但一个台湾只有2350万人，占地面积也不大。为什么我们的花莲频频只要每逢灾害？为什么我们的花莲只要苏花公路一断，就会变成孤岛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想象，在民国113年还会发生的事情。今天你住在台北，你不会觉得自己会孤立无援。今天你住在新北，你住在桃园，你住在新竹，你住在苗栗，你住在彰化，你住在南投，南投也比较有可能，但南投至少不会这么惨。台中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屏东，从来不会有任何一个县市像是花莲一样，屡屡苏花公路一段就变成孤岛。所以到底这么如此脆弱的交通网络，如此脆弱的苏花公路，到底该怎么样去解决？毕竟像我本身也是宜兰人，不管宜兰不管花莲，大家很喜欢讲后山，很喜欢讲后花园。各位你可能不知道的是，花莲一年有1300万个游客，结果如今发生这样悲剧不幸的事件，大部分都是不管宜兰不管花莲的饭店，退房率超过50%。但是这个1300万一年游客的地方，每次遇到了灾害就变成了孤儿。而这个大家总是喜欢在假日造访的后山，每逢灾害总是被遗忘，每逢重大建设总是被遗忘，必须等到家破人亡，这时候才会有各界的善款涌入。当然这些善款也很好，包括永林基金会也捐了6000万。但是我们不禁想问，只隔了一个中央山脉遥遥相望，台中、南投、彰化、云林、桃园、台北，为何唯独只有这个被遗忘的后山，这个花莲总是屡屡每逢灾害、屡逢交通中断，就得成为台湾被遗弃的那个孤儿，好吧？各位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主题。好，一样老规矩，欢迎各位任何意见呢，在我们聊天是用抖内的方式，不管你要提问，不管你要留言，不管你要倡议，不管你要呛虾，在我们聊天是用抖内的方式畅所欲言。我们中场休息时间专人统一为你服务。来，各位啊，不要再跟我讨论政治了，好不好？这些跟政治没什么关系啦。我不是说这件事情跟政治没关系，应该这样讲啦。就是说政治资源分配在行政上的确也跟政府有关啦。但这件事情不要再扯什么蓝绿白啊，又怎么样的啊，好不好？因为国民党也执政过了，民进党也执政了，但基本上后山这个地方会被叫后山哦，就是被当作塑胶了嘛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有任何意见，在我们聊天是用抖内的方式，不管是提问、留言、倡议、呛下，在我们聊天是用抖内的方式，中场休息时间，我统一为你专人为你服务，好不好？好，一样，现在11:15，我们打个3分钟招呼啦。来，许宣仪午安，刘元文午安，若威午安，郭佑伟午安，郑廷杰午安，瓦里珍娜午安，北卡大姐午安，至善午安，刘秋香 Barry Vic Doctor Vic Doc Vic Doc Vic Doc Lee OK King Alice Queen Vincent 来OK， 帕美拉、Fern、珍娜、滚滚、O N Z L S、Catherine、徐达达、小波波、郑心腾、吴美玉、玛丽、玛丽、耀祖祖、安、真心社区式服务长照机构、林维仁、朱元、张晨、M、Liu Sophia、燕梅、验车票了哈，来俊仁、黄之龙、Luna、稳稳、Sunny、Alice、Ben Liu、威力惊人、天天假币、佑佑。心令 ，OK，YY，、okay, 乃心，秀兰 ，Alison， 小沈 ，OK，Shirley，、okay, 默默 ，Ann， 松山小伟，旅游猫，阿坤博 ，Sony，Sophia， 小梅 ，OK， 各位儿童节快乐哈，来娜娜，薛仁贵
OK， 平安燕木马午安 ，OK， 好不好？Charles、Jessica、拉奇、莉莉、露露，好，各位 ，Peter， 哦，没有要打招呼，我们直接开始哦。真的好 ，Robert Huang、Peter Xu、杨宪珠。哦，看大家现在连假应该都出去玩了哈，全部都塞在路上。把捐款没有用啦，捐款有用的话，哦，花莲早就变世纪帝国了啦。捐款有什么用啊？每次都捐款啊。不是每次大家都只会讲捐款吗？看一下哦。蔡喜字，那画面把它拉回来好不好？那个人都压扁了。不能这么。为什么我们这个每次镜头都这样？好，随便了，高兴就好。来，我看一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最新状况。对啊，我们开框之后感觉就很扁了。对啊，来吗？来就进来。鬼让变变呢？对啊，这就我们讲天王星大楼。坦白讲，我不知道上面到底现在还有多少住户了，因为你想想看，很可怕哎，你越睡它越来越斜。我不知道说它现在整个大楼到底能不能移动哎，就是说它住户里面的住户到底能不能移动哎，因为理论上来讲，应该是要大家往低楼层寻聚啊，可是好像不行哎。我有看昨天好像他们也是用吊臂。用吊臂去高空抢救嘛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怪啊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也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，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维生素 C、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